主方神寄诵第五首看起，一切世间所有名，佛名等彼而出生，悉使众生立痴惑，此断迷神所行处。第五尊菩萨，他的名号永断迷惑诸方神。他得的法门是示现等一切众生数名号，化身功德解脱门。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跟诸位做了详细的报告。圣人没有名号啊，名号是随着教化众生需要而建立的啊，顾名思义，众生就能够破迷开悟啊，就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世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的这个十位诸法身，他排列的次第跟六度、跟十波罗蜜、跟普贤十愿都是异曲同工啊，就像盖一层大楼，这十层大楼啊，第一层、第二层，没有第一层就不会有第二层，有第二层呢，一定包含了第一层啊。那么由此可知，它是完全一贯的啊。啊，到最高的一层，一定包括下面的九层啊，因为有下面的九层，才显示出有上面的第十层啊，所以厚厚啊，深于浅浅啊，这有层次的啊。所以我们看，第一位是辩注。第二位才有普光明啊，第三呢是光心庄严啊，第四周心无碍了，今天到第五永断迷惑啊。他们排列的顺序，也就是教导我们修学的层次、修学的顺序啊，我们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啊，从哪里下手，怎么个学习法，这经上再再处处啊都为我们显示，不是一次啊，一次往往我们疏忽掉了，没看出来。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啊不断重复啊，给我们重复几十次，慢慢的你就会觉悟了。所以头一个，你心要有住啊，辩住嘛，辩住一切就是五住啊，你们想想对不对？金刚经上佛教菩萨应五所住而生其心，
主化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善知识啊，善友啊，老师啊，他住在哪里呢？他住一起，住一切就是不住一个地方，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去认识啊，所以我们的心不能不向佛学习，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就是遍住一切。才能够上于诸佛，感应大教，下于一切众生，同一悲念啊！尽虚空变化界是一，不是二啊！都在名号里面显示出来了。今天我们读的第五尊，第五尊主方神，就是用名号功德教化一切众生。在佛经里面，佛给我们说了一部《万佛明经》许许多多的寺院，这个过年呢都拜万佛，这部经里面佛给我们说了有12000多尊佛的名号，佛的名号太多了，说不尽啊。这个本子太大了。我们从前在台湾，我们有个道场华藏图书馆，用拜万佛差不多要半个多月这个法会才能圆满。我们道场小所以我们每一年呢过年呢拜千佛忏千佛呢是有3000佛名，过去千佛，现在千佛，未来千佛，我们拜3天，我们的法会拜3天，那我们做的形式甚至距离我们相当遥远为什么呢？如果真正要落实3000佛明经呢，要先讲解然后就能够得利益了我们对着佛的名号不能理解天天念天天拜只是口善而已也能得利益得的利益大小也不等，完全看这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对于名号的意义都能通达了解，听到名号，看到名号，就能想到这个里头的意思义理，这个功德就大了确确实实帮助我们断惑修善，破迷开悟他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力。
我们应当要知道。佛的经典，我常说，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每一步甚受啊！啊，真到极处，善到极处，佛菩萨名号就是真善美慧的纲领，任何一个名号就是一个纲领，这一个纲领决定能够统辖所有一切纲领。佛经上常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不是独一，任意，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学佛难在哪里了？义理不通啊！学是学了一点呢，不通。如果学通了啊，天下就太平了，一切纷争都没有了。人心是定的，啊，永远离开一切妄想分别之主，他入一真法界了。啊，那么有同学问，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话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六祖能大师曾经这样问过永嘉禅师，永嘉是他的学生，他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永嘉回答他：“分别亦非一。”六祖点头，给他印证，没错。什么叫分别亦非一呢？他已经立心一时了，已经转识成智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时为平等性智，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之，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是什么人境界？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应化到世间，应化到六道，六道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分别，我也分别；你执着，我也执着。啊，这个意思就是，你有妄想，我没有妄想。啊，我可以同你的分别，同你的执着。那是你执着，我随顺你执着，不是我的意思。分别亦非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是落在心意识里头，
我的妄想分别执着是随顺你的情识啊，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清净平等，一尘不染，一念不生。里面跟你不一样，外面跟你相同，这就叫分别一非一。为什么呢？分别执着是契机，不分别不执着契离，离机双起啊，这叫菩萨道啊。啊，我们今天对这个道理是在讲似懂非懂，啊，没有真正搞清楚啊。啊，平等，理上平等，啊，在这个世间。四上不能平等啊，四上平等世间法就破坏了。要记住啊，佛教导我们，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不坏世间法是契机。才能成所作，成就佛法度化众生的事业。世间无论办什么事情，佛教住在世间，也不能离开世间法，他也要有组织，形象上也要有尊卑啊。啊，他也要有职权呢，否则的话他不能办事。但是在地位上，啊，在身份上有不同的差别。在理论上，在思想上，决定是平等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差别即是平等，平等即是差别。差别跟平等是一，不是二啊！啊，如果你要说，分别跟不分别，执着跟不执着是对立的，那对立的就变成二法了。希望大家都想想这个道理，这是佛法要是讲逻辑讲辩证法它的总纲领总原则。分别跟不分别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那么佛法是什么呢？佛法分别就是不分别，不分别就是分别。这就会把你搞糊涂了，执着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执着，你懂不懂啊？越说越不懂，越说越糊涂，你没有入佛境界。入佛境界你听到点头没错啊，你入了境界了。什么境界呢？
不二法门。不二法门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你才真正的体会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这个道理啊没有边际啊，深广无际啊，它是真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证得了啊，佛说一切经教啊都从这里流露出来的。你不知道根源，你怎么会懂得佛讲的意思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容易。所以华藏世界是永远和平安定，极乐世界也是永久和平安定。为什么呢？佛与众生，也就是那个世界的居民都入这个境界。我们今天境界达不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共居啊，我们只好到边缘地区去居住啊，蛮荒没有开化的地方居住。什么时候我们达到这个境界了，不要我们请求啊，他们就欢迎来迎接我们去了啊。这正是经典上所说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要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上善啊，怎样提升到上善呢？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看破放下。这四个字做不到就不能提升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忧虑，把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牵挂，把自己的习气统统放下。真正做到一尘不染，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过去现在未来啊，因因果果通达明了啊。一丝毫的隔碍都没有了。这才叫成就，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就有意义。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永断迷惑诸方神的赞颂。赞颂第一句，一切世间所有名，这个名就太多了，真的是无量无边。佛名等彼而出生，
佛的名号跟世间所有的这个名称是相等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如果世间所有的名号都没有了，佛的名号也没有了。佛的名号是随着世间名号相对而建立的，为什么？帮助众生开悟啊！名号是一个方法，名号是一个手段。名号里头有总有别啊，像在我们先前这个地区这一个阶段啊，这一个时段，我们讲时间跟空间吧，啊，在这个时间啊，这个时段，这个空间，担任呢主教的啊，或者我们从教育上来说，担任校长的，主持教育的。这个工作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校长，他的名号是在这个时段这个空间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他下面这些诸菩萨声闻辟支佛，他们的名号是代表一部分局部的，利益众生啊。那我们校长这个总纲领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古人翻经啊，翻经它也有个体例啊，体例的有五种不翻啊，只翻音不翻意思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音翻过来，意思不翻啊。为什么意思不翻呢？尊重不翻，不是不能翻啊，是对他尊重，保持他的原因，然后再加以讲解说明。梵语释迦了，他的意思啊，中国人讲门人啊，他能够以仁慈待人，以仁慈对待一切众生，是这个意思。释迦是这个意思。这是在这一个时段这个地区教学的总方向、总纲领。原因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的众生没有爱心，自私自利，佛要用这个名号把它扭转过来。但是现在的佛教徒天天合掌
在那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只知道口念，不知道意思。遇到一切人数还是自私自利，还是在干损人利己的事情。欺负别人，侵略别人，以为自己很能干，为什么呢？听说西方人讲啊，弱肉强食，强者生存，劣者应当被淘汰。无尽天策，这些言语都是错误的呀。这些言论更加深了人的自私自利，加深了人们的贪嗔痴慢，错了。这些思想是鼓励人竞争的，竞争升级就是斗争的，斗争升级就是战争的，战争再升级，这个世界毁灭了，后果不堪设想啊！圣贤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他彻底明白了。他教给我们，真正是生生不息。教导我们要走永久和平，究竟安乐。我们走的是生路啊。世间人这种竞争的思想，他走的是死路啊。在佛法里面，他所走的是三途地狱啊。我们走的是天神诸佛菩萨的道路，那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念释迦这个名号，就要把自己真诚、清净、平等的慈悲心念出来，处世待人接物用这个心呐、用这个心就是跟诸佛化身菩萨一样啊，没有差别。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天天这样教导我们啊，我们长时间接受这个熏陶，终于彻底明白了，彻底觉悟啊。我的根性不是立根的，我跟诸位报告多次啊，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今天有这么一点成就，是学佛50年，在讲台上讲经43年，这么长的时间天天在熏修，一天都没有间断啊，这才能悟入啊。我知道啊，我清楚啊，
时间短了不能成功啊，像我们烧柴火一样，现在没有人烧柴火，这个比喻大概很难懂了啊。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的时候，我举这个比喻他会懂啊，尤其是冬天下雨潮湿，这个柴火是湿的，你要把它烧燃很不容易啊，要烈火还要相当长的时间，火虽然烈，时间不够啊，烧个5分钟10分钟烧不燃啊，要烧多久呢？要烧半个钟点一个钟点以上烧燃了，长时间了 啊我们的根性就像那个这个湿的柴火一样，常年泡在水里，现在要把它拿出来把它点燃，谈何容易啊！所以唯一的方法，长时间的熏修啊，我是从这个方法成就的啊，我这50年的经验呢，今天提供给同学大众，给你们做参考。这个里头要没有毅力，没有恒心，你决定退转了，决定失败了。啊，恒心毅力重要，恒心毅力啊，一定建立在兴趣的动力上。首先要对佛法了产生浓厚的兴趣啊，这个兴趣的来源与缘分呐 啊所以亲近善知识是第一个因素，第一个条件啊，真正的善友，真实的教诲，我听了明白了懂得了，在这上产生浓厚的兴趣，坚定的决心，不退的毅力啊，再假以时日，决定有成就啊。啊，所以大家了知道我对于韩馆长的感恩超过对老师啊，超过对父母啊。什么原因呢？老师是指路啊，这个路我认识了，我要走啊，但是这条路是非常非常艰难，荆棘障碍重重啊！韩馆长帮助我走出这条路了。这里面帮助最大的就是提供我讲台，他是排除一切艰难，让我有机会天天在讲台上练讲。他护持我30年，30年我没有离开讲台，天天在讲啊。你们现在同学们在外面讲，连续讲个1个星期、2个星期，你们就有感觉，不一样啊。那么你就想一想，如果你连续讲20年、30年，你怎么会不成就呢？
你的烦恼习气不要断了，自然它就没有了。啊，就是说你那块湿的木头啊，它烧燃了，烧的火很旺啊。啊，虽然有很多的水分呢，但是敌不过那个燃烧的猛烈的火。啊，你那个湿气的时候遇到这个火，它就变成真气了，它不障碍了，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啊，这个简单道理也是个很深奥的道理，所以你想成就，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必跟到我。啊，正如我一样，我不必跟李老师，我只要记住老师的教诲，只要记住老师教导我讲经这一套的方法，啊，这方法都传给你们了。老师教导我们这本书只有白文没注解，现在我给你们的有注解，而且还做了扣判呢。方法你们学会了，现在能不能成就呢？你自己一定要懂得。我们选择今天不是选择人，也不是选择处所，我们选择什么？讲台的机会，哪个地方能提供我天天上讲台的机会，我决定不会放弃。啊，决定不考虑这个地方居住的环境好不好，啊，生活好不好，饮食好不好，我无关紧要。我不是为这个到这个世间来的，这不是我生活的目的。啊，我生活到这个世间来的目的是讲经，是学经教，确定自己生活的目标啊。我们就会成功，啊，一定走成功的道路。所以同学们，啊，培训班办了五届了，同学们真正有这样的志愿，世间人讲志，佛法讲愿，啊，用志愿两个字把事出世间这个意思都合起来了，啊，志愿在弘法利生，我们记住佛陀的教诲，记住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啊，我们的同学，我们在虽然我们居住的环境不在一起，啊，个人都教化一方，我们的精神永远凝结在一起，啊，希望呢我们每年能够有一次聚会，佛陀当年在世，啊，他用下安居的方法三个月，啊，下安居三个月，把所有学生在外面呢，这个四面八方教化的学生呢，通通召集回来，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就是现在人家进修教育，
把你的智慧、德行、教学的技巧往上提升。啊，进修教育啊。那么过去进修教育是三个月，如果我们现在嫌三个月太长，我们可以把时间缩短，缩短成两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甚至于一个月都可以，五个星期六个星期是最理想的，五六个星期我们来集训呢，每年见一次面，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共同生活、研究、讨论、检讨我们教化众生的成果，在这个里头吸取经验，这是个好办法。假如我们同学多，分散的地区广，像这种进修教育，我们一年办两次也可以，上半年办一次，下半年办一次，选择这个气候最好的时候，一年办两次进修教育，我们的同学一年只要参加一次，不比两次都参加，可以把你教学的时间呢，你做整个安排，你是参加上半年的进修教育，或者是参加下半年的进修教育，这样子好啊！我们的佛这个佛陀教育真正可以在整个世界推动啊！那么现在这个教学，我们澳洲现在成立了金钟学院，可以办这种进修教育。住在北半球的同修，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北半球的夏天是澳洲的冬天，北半球的冬天是澳洲的夏天。如果我们觉得夏天太热了，我们可以到澳洲那个地方去办。选择气候适中的地方。天气太冷了，我们也可以到澳洲，澳洲那边是热天，夏天。如果选择在春秋季，那南半球跟北半球都好，都是理想的地方，所以这种进修教育不一定在一处办，哪个地方他有这个设施，有这么大的场地，肯发心都好啊。我们不会这个住选择一个地方，我们也学遍住一切住方式，什么地方条件具足，我们就在哪里办，哪个地方同修欢喜，他们来创造条件，到时候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开办，进修教育，这个方法好啊，把佛陀当年教学的这个办法
我们在今天都能够恢复。啊，所以在进修教育里面给安排课程，安排指导的老师。啊，我们这些成员们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预先提出来。啊，在这个里头研究讨论。寻求改正我们的过失，啊，提升我们的德行，我们的教学技术，啊，增长我们的智慧，啊，佛在经论上这样重视名号，啊，这个名号用现在的名词上来说呢，就是宣传。我们要注意到啊，啊，名号决定是针对现实社会的弊病，啊，所以佛用释迦。啊，释迦意思是能够仁慈啊，摩尼这两个字是自受用的，对自己的。摩尼是梵语，意思是极净，啊，极是极灭，净是清净。灭的什么？灭烦恼啊！啊，见思烦恼灭了，尘沙烦恼灭了，无明烦恼也灭了，叫寂灭。不同于声闻缘觉，啊，声闻直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还在啊。菩萨虽然有能力把尘沙烦恼也灭了，无明烦恼没断尽，所以不能称为寂灭啊。如来古地上呢，这称寂灭了，无明烦恼要断尽。我们知道无明就是妄想，尘沙就是分别，见思就是执着。法身菩萨如来果地也，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叫寂灭。净清净心现出来了，清净心是真心呐！啊，我们今天所标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这个心现前了，啊，这是清净。啊，释迦是慈悲，啊，摩尼里面就包含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我们用这个来解释，注意就更清楚、更明白了。佛是觉悟，大觉大悟。这是形容前面的
所以彻底觉悟的人对待一切众生是究竟圆满的慈悲，对自己是究竟圆满的清净啊，对自己啊清净平等的啊，名号里面的含的意思，南无也是梵语，意思是皈依啊，归回归回头，我们从不仁不义回过头来，以仁慈啊，啊，以仁义慈悲呀，啊，这是讲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啊，对待自己，我们是迷惑、染污。不平，从这些地方回过头来，以清净即灭，名号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他在这个地区这个时段教学的宗旨啊，教学的目标，教学的纲领。你看名号重不重要？菩萨的名号啊，那就好像一个学校，代表呢不同科系的他们的宗旨目标啊，这些宗旨目标决定于总的目标相应啊。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呀，观察世间的因身，世间因身都是可怜可悯啊，都是迷惑颠倒受苦受难的因身啊，都是有求于人帮助的因身，所以菩萨名号启发我们的大慈悲心。地藏菩萨的名号是启示我们心地宝藏啊，我们现在对于地下的资源知道啊，那是宝，珍宝啊，我们如何开发地下的资源啊，使我们生活更丰富啊，更美满。佛告诉我们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宝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佛教导我们开发，用什么方法开发呢？用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用孝亲尊师，
就能把自信宝藏开发出来了。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地藏经》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根本啊。我过去讲《地藏经》的时候，有人问过我，说法师，你不是专讲净土吗？你讲《地藏经》是不是夹杂了？不会讲的人是夹杂了，会讲的人没有夹杂啊？怎么没有夹杂呢？我讲《地藏经》是用《地藏经》来解释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有十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们诸位想一想，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它全经的内容与这十一句相应不相应？是不是这十一句详细的来说明？所以我说你没听懂啊，你要听懂你才知道我是在讲净业三福啊。这也是为我们说明佛法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你即使能够不要说是欺辱了，你能够体会到不二，你就懂得，你就不会见怪了。我今天在此地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我讲的是什么？无量寿经啊，它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我这一生确确实实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样才叫众生呢利疑惑，不要叫众生听着生疑惑，那就错了。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必须要牢牢记住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讲经说法，或者为人讲开示啊，人家请你上台讲话，记住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帮助一切大众破迷开悟啊，帮助一切大众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再说得具体一点，帮助大众啊，明了人与人的关系，明了人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啊，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整个佛法
不但是佛法，世间所有一切宗教教学都不离开这个原则。所以我说这是圣人的教诲呀，神圣的教育。我们明白了，自自然然就会做人了。什么叫会做人呢？跟一切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族群的人、不同宗教的人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些你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不懂啊。正因为你不懂，所以才要接受圣贤的教诲啊，看看佛菩萨啊，各个宗教里面这一些圣人听听他们的教导啊，我们就明白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家人啊，说得更亲切一点，是一个自己，怎么能不爱护呢？他造极重的罪业，我还是爱护他。为什么？他造的极重罪业使他迷惑颠倒，他一时犯的过错就像一个慈母对他自己的儿女一样，儿女无论做什么样的错事，当然要接受惩罚，但是这个爱心呢，没有减少一分一毫，关怀没有减少一分一毫，不明白的人，不通的人，他不知道啊。明了通达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安住在这样的思想当中、见解当中，我们所作所为是在这个大前提、大原则的里面，我们就是真正过佛菩萨的生活，没有离开新加坡这个地点啊，没有离开净宗学会的这个大楼啊，我们过的是真正佛菩萨化身大士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代号，它的含义简单的说是代表真实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正是跟我们一般人讲的感情对立了，感情是迷啊，感情是不觉啊，感情用事常常犯过，自己还不能发觉。这是最麻烦的。
纵有福报，也被障碍了，也被折损了。所以世间一般人的福报，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不是往上升，他是往下降。前世修了大福报了，这是享福当中他迷惑了，不知道修真实的福报，所以他来世的福报比今世福报要小，再一世的他比前面一世又要少，他不断地往下降啊，有的降得很快，有的降得比较慢。他不会上升呐，什么人的福报不断往上升呢？接受圣贤教诲的人，他们的福报是往上升的，升呢也有快慢，那就看他觉悟的程度，他觉悟的大，觉悟的多，升得好快，觉悟比较迟缓呢，他升得比较慢。不是往上上升，就是往下降，它不会停止在那里的，那是不可能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呀，帮助我们往上升呐。文殊师表自信般若智慧，具足般若智慧，那给诸位说，你只有上升，绝不会下降，也就是佛法讲的说，绝对没有退转呐。人修道为什么会退转？感情就退转了，凡是从情识里头生的，没有办法不能不退转；凡是从真实智慧里面生的，它只有向上提升，它绝对不会往下退转。我在中国四大菩萨最后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代表的大圆满，什么圆满呢？真平等了，普就是平等的，不平等普这个字做不到啊，普贤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贤人，大家都是圣人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就是圣贤啊，人人是佛，一切众生个个是佛，所以普贤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的心态，他讲了十条啊。第一个礼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无就是一切众生，这里头包括动物植物啊。我们今天讲生物，
在佛法叫众生，平等的恭敬，平等心现前了。第二个称赞，赞扬德行，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引恶扬善啊，别人的过失绝对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尚且没有，口里哪里会有呢？口没有恶言呐，小乘人修行着重在发怒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绝不隐瞒了，坦白承认了。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忏悔的方法跟小乘不一样啊，大乘是把恶的念头、恶的思维统统放下了。就像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说的，你看他讲的是菩萨吗？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这个一切世间是讲的六道，讲的十法界。菩萨有一个方法了，六道十法界一切苦统统断尽。什么方法呢？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们想想看，大乘菩萨这个忏悔跟小乘不一样啊。在净土中最殊胜的忏悔方法是什么呢？阿弥陀佛，我昼夜不间断呢，念这句阿弥陀佛，心里想这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你的恶业忏悔干净了，通通没有了。比小乘殊胜，小乘忏不干净，为什么呢？每一次发怒一次，他心里想一次，口里说一次，就等于又造一次，那怎么能干净？你说他那个业障习气多重呢？得多深呢？大乘法的全没有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正做到清净无染啊。大乘是根性利的人，所以佛教导的理深，方法巧妙，效果快速，这小乘没法子比。佛不是不平等，佛教化众生应机施教，他是什么样的根基就用什么方法教他，绝对不是不平等，绝对不是轻待他，轻小看他，不是的，
你给他说这个法门，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你用法路忏悔，他是相信这个不错。啊，他欢喜接受。啊，所以佛教化众生，你喜欢什么，他就教你什么。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楞严经上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说法，所以才能够应一切众生之机啊！但是他有一个方法，有一个目标。有个方向，决定不变，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超凡入圣。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断的，啊，不会改变。啊，无论是贤教、密教、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方向相同。目标相同，只是手段方法不一样，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么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永断迷惑诸方人，他也是用这个方法自行化他了。自己证得究竟无上菩提啊，又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一切有缘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